感谢蓝爸爸涂老师送的饭卡。你这又来了，你这泄了好友情谊啊。那必须的，涂爸爸又来了。他每天先去你那报个到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再来我这里。你是不是叫错了？应该是蓝爸爸，不是涂爸爸吧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叫错了。看有没有人啊？没有，老追剧。有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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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。谢谢 Turkey Co 送的大飞机，感谢大哥。就你这样卸法，我都不用打游戏了。哦，闭麦先，不好意思。谢谢花语的飞机。最近 GDP 可以啊，将来。他们跳 KA 了是吧？我不管，我去警察局喽。今天又是手感满满的一天了。七点钟打牌，打了八点，打了八点，八点跟要跟令北做活动做到九点。我操！南非人呢？怎么了？八倍，放这了啊！你过来看得到，就在门口。不门口。感谢林北的大大送的星空卡。这他妈谁他妈又拿老子五五六还有，还有我的红点。我就30万拿了，红点给你，红点给你，红点给你，就30吧。给花语的飞机啊，谢谢。几点打牌？打牌打一个小时就行了，打那么多干嘛？累呀、啊！你剩脑子了好不啦？标点 mini。有了有了。标点 M4。我发现了，他那个什么，那个荒野大镖客。大家就只爱开打牌，别的都不看。Hello, nice。牛逼的嘛！现在突然你说你要队友干嘛嘛？你要队友干嘛嘛？你就别爆点。妈，一个人被他杀光了。你就别爆点嘛，你就只管自己玩嘛。没爆啊。讲道理，他确实没爆点啊。我好气啊！哎呦。是没爆点，你自己非要作妖。好气哦！我重点表达的是重点在于爆不爆点吗？哎，你这个你不能乱赖别人，别人的确没爆点。性质更恶劣。大恶劣啊！我挺喜欢这样的队友了，啥东西都不用干，然后我过来舔包就行了。我挺喜欢这样的队友的。又不像某些人，别人打完包第一时间去抢别人包舔，我就不指明是哪个逼了。你笑啥？就是说你，哎，你真的说话不明良心，你自己翻翻录屏，哪次我不是等你舔完再舔的？我真的没良心，你这个人。不是你们看，我真的我播大镖客，他们啥内容，怎么玩的，怎么夸都不看。就爱看打牌，傻了，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样。就想好了，你没开麦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开麦了，我只是没说话，兄弟。那你这个反应，你是在干什么？我在搜东西。切出去看一下有没有开麦。是的，我只是没说话啊，我只是没说话。为什么不说话？性质更恶劣了，我无话可说，无话可说。有一个情侣之间用的话是什么？我，
没有那个游戏，那个人那个游戏打人没什么意思，知道吗？真的没啥意思。我看你打马尔跳挺有意思的呀。有没有步枪啊？你是活该没有步枪，甭抢。上号楼顶。好的。哎呀，本来就是小主播，有啥变不变小主播的？咋了？你挂了一个大主播的牌子，就来喷我这样的小主播了？你信不信我动用家族的力量？感谢随便改男士家族。肥的嘞。谢谢小叔徐老师的大飞机。哦，谢谢姚总给我的送出了一个爱的旅行，老牛逼了，我操！单身节就送这礼物，谢谢姚总，谢谢姚总。啊，我还蛮好看的。哼，图图，图图，有扩容吗？图图有个快扩还是牛逼不？好的好的好的，牛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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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牛逼了！对对。来。什么时候我做个大主播？那都是小主播。五六来点，不要点了。来五六。这是一个小主播。够吗？够了。怎么就只是一个小主播了吗？还不够大呀？要怎么大吗？要八层楼那么高吗？那么大。主播，昨天打的都没有被超过你啊！这只是一个游戏，怎么会被警告呢？然后我发现他那个，我讲句真的啊，大镖客里面干人其实真的没什么快感，也没什么意思，也没有操作线，就那把狙我真的是人的傻了，点一枪就死。对啊，你觉得这样？昨天我进那个挑战，哇靠，杀了16个拿那把枪，乱杀，这不就没什么意思了吗？没竞技性。然后后来你不是走了吗？我和令北在野外跟人干起来了。干到他们摇人，摇人还加开外挂，我的天哪！疯狂瞬移，瞬间顺到你脸上，哦，然后把你弄死。哦，令美说的外挂就是幻影大镖客里的外挂。是的。我以为是吃鸡呢。闪电侠早就不用了。撞撞枪有人要没？不要不要。急救包你有多吗？来一个吧。有，你刚怎么不一下子要完，啊？我刚刚没看。有车吗？有，我这里有。那你还是打德州有意思。你看那辆车切飞过去吧，我这有蹦蹦。哦，有车，来，不要接吗？我前面说的是屁话吗？干！走了呀，走了呀，走了呀，毒来了呀，走了呀！我有车，你去接飞哥，我说了80遍了。接我一下，走。我有蹦蹦。来，不是，我有车了，我走喽。哦，那边车吧，从那边吗？哎，哦，干嘛？这样追尾啊？来来，你看看，看啥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赶紧过来集合，一起进圈了！我透，
哦，这个好像也有人。快点，快点！开搞！好。叫你走了谁？下车。你危险啊！给你们报一下点了。位置，他们已经在打外面的人了。里面的人呢？他的感情就只有两个。去倒了，房去倒了。你怎么像个哈皮啊？后面厕所好像停了一个人。然后是的。这里有好多东西，大家快来捡呐！没有拖塞板，没有拖塞板。有车。哦，蹦蹦。路过的，路过。太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谁呀？飞哥打的你，不是我打，你说啥嘛？你说嘛？你说啥？不是我打。哦，那狗打的。他妈谁呀、啊？谁有啊？估计是。他疯狂按喇叭，我都准备干他了。他这样按喇叭，我都下不了手。我们已经很肥了。我们已经。三九八八。按喇叭，我都准备干他了。他这样按喇叭，我都下不了手。就这。疯狂按喇叭。就这你可能就要死了，兄弟。坨坨，这就有帮。Hello， 这好多帮。我都忘记了呀，谢谢帮。谢谢你哦，拜拜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好了。等等，老娘。我们另外一辆车，看起来是不是好傻逼啊！看起来是好哈皮啊！我们睡觉了。哎，这个等我不会刷皮成那个吗？他是弗利萨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不然好几个水友，你把他杀了你就知道他叫啥。还有个 E 开头的。那 B 什么？还有个 E， 对。错是你的错。这个甜蜜卡丁车好帅啊，感谢就随便改个名帅气的名字。哎有人，我刚才应该直接冲过去他就被我撞倒了。好，命中头部。哇，好惨，一丝血。上个海豹能赢，两个那边两个海豹，那边两个真不好搞，那边两个，一个从左边的要出来，啊，房子里一个，我离这么远也没打到呀，好，我觉得可以先救，牛逼！我不会追龙杀，不好意思。牛逼！哎呀，蛮久。哦，肥呀，江兰。死了呀！
没呀、啊，江了海，我还捡了损友给我的三级甲，手挺快的呀。这个三级甲我捡了，我全家死光。我操，贴脸发言。为啥现在要？我捡了损友给你的三级甲，我全家死光。我操，为什么现在流行贴脸发言？证明清白比较有说服力。这贴脸发言比较有说服力。对，是比较有说服力。要不然你不相信啊？我信的呀，江哥，我们什么关系？我能不信吗？来来，给我哥哥。我们关系，我不信你，你跟我说，我就信。我坐的三号位，为啥下来762就这个猛男枪就给我爆头？你这算什么？我坐四机位，我天天被人打下来，我都没说过话，为了宰你，车你们这群逼崽子。我还离爆炸的车那么远就被炸死了。你看我一时间，我第一时间就很远离这辆车。我也是，我也远离了。这叫什么？这不，这叫可能就是说，大家可以看到丹丹看到海报的秀，但你没看到我的默默奉献，我的精准爆点与我的精准判定，给海报的这波秀的操作带来一定的作战能力。就是这一波，其实最秀的人不单单是海报，是我蓝战飞。嗯，是的。开头就没有结果。其实我也不烂，我在旁边。而且我刚才大家可以，我给大家暂停分析一下，如果我不是开了这辆快炸的车，把这个门口堵出来，堵住了这个门，把别人的视角仅仅只卡，只能往这边来。对面如果往这边来的话，他左侧身是特别难打的，所以对面是不敢往这边来的。对。然后把人堵死了之后，把人打倒了这个位置，然后我告诉海豹在窗上可以打的时候，直接把人打倒。然后对面剩最后一个人很慌，当时我就说海豹救我，然后扔个雷。然后那个人看到雷进来的时候，以为他要对就对，没有躲了这个位置之后，被海豹突突突直接打死。因为这是巧合吗？错，这是我在 0.5 秒钟之内被人阴到，然后同时头部中弹的那一刻，我全部都给他模拟出来。牛逼牛逼牛逼！讲的对，讲的对，讲的好啊，讲的讲的太详细了，我的天哪！讲的我都忘了我们刚刚是怎么一个情况。你看这车，如果老子不堵在这里，他妈早他妈死透了。两个人往外冲，我们全部被堵死。是的，没毛病，兄弟。还帮你打谁呢？对面围墙，一五围墙。来帮你。嗯，真的是倒霉啊。人头哪？哎呀，爬。对的，对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棚人头都给你，兄弟，这是阿星啊的飞机，他三级头呀、啊，那怎样？他四级头我都不会去，四级头该是什么样子？钢铁侠，爆头一个，四级头可能是四个锅粘在一起，戴在头上。那、啊、你怎么摆？去呗。在哪、啊？围墙啊！你刚刚瞄到那个围墙。好了，为了要人头，我老三要送起来。我就弄个雷就走了。哦，还浪费头猪。看，杀了。他还把人炸死了。这都能蒙到。我自己杀的人，我能不知道人在哪吗？哎，这人也老帅了，你把我当江老盘啊！人老帅了，被土老四干掉了。不是我又咋了？没事。江老盘，你现在是一个参考物，你知道吗？叫参考物，计量单位。你说我能说海报吗？不是我，你自己说，你凭良心，你凭良心说，这种情况我能说？我你以为我是海报？这种话说。那我也没有蠢到我杀了人，我不知道在哪吧？没办法呀，你们两个不会蠢到这种，你们两个去这个位置，我一起去，快点吧，快点吧。豹仔，拿枪走吧，你这样怪害怕的，叫人。你们先去，后面的可以不拿枪，走吧。好。哎，那个逼可能在舔包，跟你说。别管他舔不舔包嘛，完的了。这边都要给我送头，不然你怎么，不然是吧？我为什么把他们全部喊开？你在开玩笑？我操！可以，兄弟，很牛逼。哇哦，你好有心计哦！好吧，
听到有人打我了吗？听不到，看不到。好嘞。哦，我这个。现在人头都是我。好，今天阿豪打了一波鸡血，居然主动要申请跟我一起去健身，不知道他能坚持多少天呢？还瞄准？好来了！干嘛？你不说好叫我一起瞄准吗？我以为他不会漏。怕了吗？是利用我。牛逼牛逼！牛逼！啊，这个一车人全死，该叫走的。咋打的你？山顶，山顶，你别给我封烟，别给我封烟。山顶，山顶，不能这，不能这样走。好的，我封烟，封烟，封烟。哦，还有 AWM，AWM 有 AWM。牛批啊！直接封，快点，我求你了，哎呦！天天不会那些花里胡哨的，还要搞那些花里胡哨，真的。没有，你看，你别急啊！你看你倒了怎么？哎。刚刚想低抛过来的，多秀啊！这个你条小狗命。你们能不能爆个点？连点都听不出来，你还玩泥马呢？三层楼哦，我看到了。你再弄，你再弄，你试试。你再弄一个来。你三级头了不起啊？哈，三级头爆了。厉害啊！我要去雷死他了，兄弟。没。你还敢？你走开！你打我干嘛呀？人跑过点，你扔雷干嘛？炸他呀！这里能炸他就有鬼了。你看我炸不炸死他？你等着。你看，你不也知道的死吗？啊！你看，不炸死了吗？等他要过去救，然后你再炸一，不就是两个人头吗？哎，真的。你看，说的有道理。有好头没？他还有朋友啊！我架住了。哦 ，nice！ 对面的架死，先把对面架死。太牛逼了，我把车炸了。我马路对面还有人放烟呢，还吧。来到哪了？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表情动作呀！哎，对面吗？对面厕所，左边两个蹲，三打一打一打。左边两个在哪？这个隔壁房子大房顶有人，刚刚从这个楼附近有。嗯，我看到了一件吉利服。我看马路对面的，一个吉利服在对面马路这个位置。别哈皮呀、啊，留点雷打决赛圈行不行？他扔的，他扔我，简直就是个一个
二冰啤酒。他好像到左边去了。三层楼吧，三层楼还是二层楼？等一下，我听不见。这边还有一个房，主要房区。你们进点房区吗？嗯，附近房区吧。就开车下来的那个人呗。感觉在我们蛋糕房上面。嗯。在哪儿？不知道，女人的第六感，这栋房子，因为它够大，然后那地方也多。我大胆推测一下，他可能就在脚下的这个房子里。不，他在我推的那个房子里。可能是面前这个二层楼。我来清一下你脚下房子。没有，脚下房子没人。那就那个二层楼了。给人打药。你们有多少个啤酒包？我一个，我一个，好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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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这五个啤酒包打满饮料打药。这两个来。往中间区域啊！中间区域把饮料打满打药，阿皮，把枪收起来。等一下。九秒。楼上，确定，听到了。哦，他还有空扔雷，他死了。右边，右边，漂亮。还有我呢，我是 B 计划，没有你没有我呢。